开卖，现由 Canon EOS 600D 和 Clinic 八节全新的白协力赞助。我在这部戏呢是燕子豪，我是一个侦探社的老板，那我是一个好人呐、啊，我是一个大好人。嗯，我们有几个孩子啊？我拍完了，我都不记得。对，一个叫一心，一个叫志文，一个叫志杰。我跟他对手一场而已，就在马六甲，我们一起吃东西，他就啊，爸爸拜拜 ，kiss 我一下，那我就没有，拜拜。拜拜。在这部戏里头呢，我戏里的名字叫佳明。那有两个孩子在一次旅游当中呢就被拐带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失忆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新的挑战，因为在过往好像真的是从来没有演过。总有人接快闪的姐，你没事吧？姐啊，有人在偷看我们，这是真的。谁在偷看我们呢？不知道，但是我感觉得到。其实我在戏里头，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是我没有病。嗯，大家都说我有病，可是我真的是没有病。我相信你没有病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没有病吗？真的，他们是说我一直感觉到有人在偷看我，可是他们就是不相信我。啊，真的有人在看你。真的哦，真的，我没有病。对，我没有病的这部戏里，我相信你没有病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我觉得我是在被人家打的时候，那个印象我蛮深刻的。对，因为被人家打又被人家扒。那我呢？我不是要打你吗？啊，你打我还好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被那班人打比较厉害，三个人打我一个。其实我的印象中也是被打的时候比较印象比较深刻，因为打我的那些黑社会老大他们都不是武师，他们是特约，他们却不懂得接位，所以他们就真的很认真的抓你，很认真的打你，很认真的挡你，所以就变成很多处都会受伤。可是感觉还一不一样啊，跟老师蛮真实的了。我觉得这部戏真的是蛮特别的，我拍了18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剧种。对对，那我觉得蛮期待的。这部戏呢是个非常值得大家看的戏。因为呢，他的演员阵容其实非常强大，那再加上他的故事很引人入胜，是，而且他的结局呢会让你意想不到。不要！你为了自保而还击，也是很正常的反应。不可能的，我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记得锁定 EO 频道2011年新戏剧拍卖，不看你一定会后悔。拍卖现由 Canon EOS 600D 和 Clinic 八节全新的白协力赞助。非同凡响的出狱，一个打破玻璃要10000块。从这个角度拍爱情动作片，不错嘛。你勒索我，这是交易，建立在互相勒索的基础。你就不能拍好看一点吗？请到你这种员工是我的不幸。我觉得我的工作很危险。一对最不合拍的搭档，我要加薪。你耳聋啊？3月14号星期一晚上10点 ，U 频道年度重头剧《拍卖》。现由 Canon EOS 600D 和 Clinic 八节全新的白协力赞助。